I 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. I remember everything.走位，让你走位，让你走位，让你走，让你走位。哈哈，现在是两级操作我一波，我直接一个点火给你套上啊，七分三十秒闪现。拿吧，你拿吧，你拿，别动我的兵线喽！谢谢配合。出个鞋子啊，好躲，好躲技能一点。尽量靠走位躲这个蛇女的 Q 啊，这个蓝一直用技能躲的话，它会不够用的，尽量多靠走位扭。你要不要？给你。我们这样是不是还拖延了他的这个死亡时间啊？让他多亏一点兵啊！我操，好恶心！我们两个人太恶心了。哎呀，还是被石化了，哥哥，你都没蓝啦，别意啦。蓝打哭了，我还没死呢。啊，这波中 Q 有点多了，还被石化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蛇女人呢？不堪受辱挂机了。我操！我一波好像打碎了她的。哦，没有，还在呢。一个爆破，一个爆破，铁子。我的爆破吸第40秒。OK， 40秒以后我们再接，好吗？再来个爆破，应该这塔就下了。好的，10秒钟，这波兵线来，爆破差不多就好了。先把二塔拆了吧，这个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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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
什么？人都全给机器人拿了，我套死你！放峡谷，放峡谷，放峡谷！我操，大龙啊！哎，打野死了，我操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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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操！啊，不对劲，我操！啊，得干扰一下啊！我他们打龙很快。肯定先杀 AD 啊，就对面卡莎打我最痛，先切 AD 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把大招打出来，啊，我人呢？感谢老板们卡的牌子，谢谢大气了，感谢老板们卡的牌子，谢谢老板们，谢谢。回放一下那波操作啊。No problem。没有问题。这波大概是什么情况？我残血上波他大招用掉没杀掉我，我想操作他一下。500滴血。首先我中了一发 Q， 好，我必须得往后拉了，因为再 Q 我两下我就要被蛇女给击杀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往后拉 W 往前躲掉了，我 R 应该是 R W 往前 Q， 我应该是 R 躲掉了蛇女的 Q， AWAQ 闪现躲蛇女的 Q， 然后再来个 EQ 二连一发平 A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